县长，那个总统陈时中，我在金门已经关了五天了，我给你跪下来啦！我真的被关了五天，我要怎么回去？现在到七月十一号才有机会。台中、台北、高雄，我每天五点多来这边排队候补，候补第一位都没有位置。拜托县长，拜托县长，拜托立委，拜托拜托，我真的很可怜。我不是我来，我不是金门人，我来这边办事拜一拜，我就不能回去了。我女儿、我老婆都在等我，我台湾的事情都不用做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还要继续在这里，我真的快欲哭无泪了，拜托拜托啦！在那边排队等开门啊，然后七点才可以来按候补啊。不是，我是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案加放到飞机，或是说加派班机啊？目前是我们这边还没有接收到相关的资讯，不好意思。现在金门机场有很多的乡亲等待赴台就医，或者在台北的机场也有一些乡亲要返京奔丧，这些都是基本的医疗人道的基本需求。民航局及航空公司都已经同意扩大机型，或者是加开班机，希望金门县政府能够真正的苦民所苦，不要再阻挡扩大机型或加开一般班机。在赴金门岛前，只要我们现在照现在做的全面性的进岛之前进行全面的这个普筛，相信防疫跟人道可以解决。